妈，你这墨剪洗个菜洗半天呢。你这个菜不洗干净我怎么吃啊？今天又没有不，我又不吃饭，就这样卷着吃呗。还是冰好吃。哦，是我那件事。今天这个衣服怎么样？挑看啊。嗯，香，好几天没吃这个。这苦瓜我跟你讲，贵了，这几天舍不得买。爽。